Thank you.
Yeah.
这位书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是，敢问前辈，现在还有救他的办法吗？元神出窍后，肉身若无法力维持，不久便会如尸体般腐坏。老夫倒能为他维持肉身，但要取回元神。前辈可有办法？天元石内有乾坤，封印了上古凶兽混沌。血魔就是想利用元神供养天元石内的混沌，来从石头内得到自己修炼所需的法力。混沌为何物啊？此物凶悍异常，且狡黠难防，无形无相，却可窥悉他人经历的事物或执念，幻化出邪祟之物，与人为敌。若想解救那书生，需斩灭混沌，天元界的封印会失效重组，你们的元神也可以在重组的过程中被释放出来，那书生已被他吃了也说不定。如此这般，你可愿意犯险？如此更加刻不容缓，哥，我要去救他。他如今有恩于我们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错，白晨教育得很好。既然已有觉悟，那老夫施法了。